车时代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夏美。夏美现在来到2021 SCAR 的新车发表会的现场哦。有啊， SCAR 的车我已经骑了五年了，但是五年呢，我都是骑 ATIC 的款式。整体感觉哦，当然是在找我明年的新车啦，2021年款的新车。但原本我在官网上看到，我最喜欢的是 Contessa 女爵的版本，因为呢，它就是整体有点消光紫色，然后非常漂亮。因为重点是它是以女性的几何来做设计的，就像我头发一样紫紫的。可是呢，因为今天现场没有，但是我又看到我次要首爱，就这个我们的 Foil， 因为很难得 Foil 它是设计就是比较缤纷的颜色，而且 Foil 它是全能型，因为我之前骑 ATIC 都爬山嘛，所以我也蛮想要骑骑看 Foil 的车款。最不一样的，其实它 Foil 这一台车啊，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海洋颜色，它有深蓝、深绿、浅绿、紫色。然后重点是因为它是全能型嘛，像台湾有山路、有平地，那你可以非常的好发挥你单车的效能。推荐的话当然是直接上最顶的，不管是 Foil 还是 ATIC 的最顶款，因为呢你不要再去就是选第二级、第三级、第四级，你就直接买最贵，然后就直接就是你可以一次用个3年到4年。但是呢我跟你说，因为像我就原本就这样想法，就是我入手了2020的 Ultimate 的 ATIC， 可是我看了2021的 ATIC 我又想买了，不过就是每年换新车就是我们车友必经的之路。